下一位追梦人，有请。还有啊，这都属于重量级的追梦人哈。我们先认识一下大家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肥龙，我的体重只有310斤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和我非常形似，我叫丸子，我比他瘦好多，我只有260斤。大家好，我叫包子，谢谢大家，我也260斤。包子，你好，我叫努内，我来自亚美尼亚。哦，亚美尼亚，哦，你好，元旦。包括体重是多少？260斤。大家好，我叫大维，然后大家帮我取了个外号叫做老妹，因为我的体重是250斤。那你们这个组合有个名字吗？我们的组合叫肉团。你们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怎么就凑一块了呢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，那就是瘦身。哦，所以我们从所以我们从五湖四海在杭州集结，然后参加咱们浙江卫视的《越跳越美丽》啊。哦，对，浙江卫视全新打造的一档栏目，专门帮胖的朋友变成瘦子，然后用舞动的方式让自己减肥。好，那你们今天要表演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才艺就是为那个梦想团的朋友们表演一段舞蹈。舞蹈，好嘞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肉团组合。太棒了！你们的梦想都是瘦身，对吧？对，全部要瘦下来。对，我们找一个人说一说吧，有没有目标？要瘦成什么样子？对，我的目标是我回家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！现在也挺婀娜的呀。老妹儿，你想瘦到多少？瘦到跟周立波老师一样。就瘦得像我这样。别说周立波老师身材还真挺好的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就目测的话，真的不错啊。您打算多长时间能够想达到这样的目标？3个月吧。3个月哦，3个月要瘦那么多，那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最主要的是你要让那么多朋友都一起瘦下来。来，祝你们好运，梦想照进现实，来往前。哇，大家好。我觉得特有画面感，就感觉像。砰过来，感觉就重型机械部队过来。有的胖胖出来他很自卑，但是你们充满阳光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他们跳舞的时候那种眼神，看完全是藐视我的眼神呀，哎呀这么轻啊，哎呦那不要飘起来吗？现在就说因为肥胖而影响健康的举下手。都有吧。因为肥胖但是没有影响自信的请举手。哦，哎，你们还真是特殊人群当中的特殊的人群。现在肥胖啊也是一种现象啊，比方生活富足啊，啊吃的太多啊，你们派一个代表出来说胖胖胖好的地方。好，你看我的眼神要温柔一点。哎，好，哎，你这个太肉麻了。吃自助餐的时候比较赚。这招非常实惠，非常实在，是吧？他们说吃自助餐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来，胖出了你。我的最高境界是下午5点去，吃到晚上10点下班。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？有过，我不是一般，我不是经常干，但是我一般就是一个月干个28次左右。
老师，我想对所有的男性观众说一句话，就是大家在娶老婆的时候吧，其实找胖女孩特别特别好，因为我们会过日子。就比如说我和朱丹姐比，买一同款的裙子都要500块，她只用了一尺布，而我们用了这么多，穿旧了之后还可以给小孩子改成各种款式的衣服，所以一定要娶我们胖女孩，日子才能过得红火。我们前面说了胖子觉得好的地方，那么请派出一位代表说胖子不好的地方。胖子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能穿漂亮的衣服，然后不能出去旅游。不能去旅游？你不从亚美尼亚到这边来了吗？那时候我瘦，那时候我瘦来了。后排。我解释一下，诺内妈妈说胖子为什么不能旅游，那么在飞机上那个卫生间会非常小，然后会拉不开进不去。 OK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看胖吗？走路会磨腿，裤子一个月就要换一条，真的很费料子。这个倒是不太知道的啊，这个啊，有道理的，有道理。好，为了我们这些非常可爱的小胖胖，他们前面的表演，现在由我们的梦想观察团为你们进行表决。希望大家来监督我们，鼓励我们，给我们加油，让我们早日成功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看看后面300位梦想观察团他们怎么想。开始。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？对，知道就是减肥这个过程啊。其实如果有人被祝福、被关注，他们会更骄傲，也更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次掌声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默默老师，谢谢华少，谢谢朱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二三，一起鞠躬，一二三，谢谢。